晨台中远景巡逻的时候，发现一辆小客车左转时啊，差点翻车了，上前拦查，没想到驾驶居然是拒检，连闯九个红灯逃逸。我们来听警方的说法。经远景于车后方啊，尾随该车啊于一时许啊于西区的华美街476号前啊将该车拦停啊并对驾驶人白男施以酒测啊。经酒测的酒测值啊达0.56，超过酒测标准值。在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追捕，警方逮到人，更发现驾驶酒测值高达0.56，已经超过了标准值，当场把男子带回派出所侦办。而在追捕过程当中，并没有造成其他民众受伤或是物品损害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